这个长得像发箍的其实是一个太阳帽，平时出去玩啊旅行啊都可以戴着。这个帽檐巨大，连脖子也能盖起来，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这样卷卷卷起来，放在包里或者戴在头上当一个发箍。它的防晒效果能达到 UPF50+， 阻挡 99% 的紫外线。帽檐也是这种滑溜溜的，很好清洗。帽檐还可以随便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有博主说它是女明星帽，因为戴上它谁也看不见你长什么样子，太阳也看不见你，趁晒黑前赶快背上吧。抖音